好，在高球场上，我们常常会看到球员会用各式各样的杆头套来保护自己的球杆，尤其是在木杆的部分了。这回来台湾参加裙摆摇摇高球赛的众家女将，当然也是不例外了。对，这些女将除了在场上要比拼球技之外呢，那在自己的这个吃饭家务上面也是做了精心打扮。那其中台湾女将曾雅妮还真的赶上流行，用的是银亚造型的杆套来保护她的一号木杆。南韩小可爱崔罗莲强劲的挥杆展现出卫冕的企图心，不过很多球迷可能不知道，其实这群常年在国外征战的女将把她们的少女心用在了球具身上。崔罗莲用了一只猴子来保护她的球杆，而球后朴仁飞球杆套选了一只圣伯纳犬，也很符合她的形象。看过了两位南韩女将，当然要来关心台湾高球一姐曾雅妮。即使待在国内的时间不长，还是跟得上流行，直到动物园多了一只小熊猫一样，所以用了猫熊造型的保护套，就连好朋友崔罗莲都觉得很可爱。She has a panda, and then she has her caricature on the T-shirt. Yeah, I mean it looks cute. And I ask her like, I mean your nickname is panda, and she say, no, I mean I think maybe her friends gave her.只是崔罗琳也不清楚这个小熊猫到底是不是妮妮的商品，所以就请本人来跟球迷解释咯。就是我说一个朋友送我的啊，那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很像，而且最近台湾有两个英亚来，就是来住在台湾的那个动物园啊，然后他就说哦很可爱这样，他以为是我的商品，因为是穿我的衣服，但是我说没有，那个衣服是我自己帮他穿的。原来这个熊猫是朋友送曾雅妮的礼物，相较于妮妮有朋友送礼，自己一个人孤军在日本奋斗的卢小琴只能买小熊来陪伴她的球杆。自己买的，自己买的，我有两只，因为它很重，所以只带它出来。除了白色小熊，还有一只粉红色的小狗，一起担负起保护球杆的责任，也为卢小琴带来的好手气，拿下 LPGA 巡回赛的生涯首冠。他期望今年的裙摆摇摇高球赛能够更上层楼，一举把冠军留在家乡。有点 TV 甘邦杰、郑威仁，新北市报道。